子，出去单挑啊！啊，怎么了？就你跟我说的，出去单挑开窗通风。你害个这不然的，我家都成啥样了？小意思啦，老板地拖拖干他就没事的啦。哎，老弟，听见没？拖地啊！你来站着。喂，暑假东北怎么会有回蓝天呢？我哪知道啊，但它就发生了，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搬家就行。搬啥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别赶我啊！为啥？今天我们老板要给我们派红包，请喝奶茶。你是抓到你老板杀把柄了吧？怎么啊，我老板潮汕的嘛。然后我上网看到农历6月24是潮汕老板节，我就发到公司群里。那就是抓到老板把柄了呀。切，没意思，那奶茶算的。We are the champions, the la xiang。 哇，你们江苏人抛头露面啊。喂，你们江苏人奥运首金吗？看的什么呀，以后不准看。看这个张家港运动员首金。不，张家港啊，由苏州代管啊。那苏州啊，属于江苏，那不就江苏人首金了？不严谨啊，懂吗？不，张家港运动员也不太严谨，应该说杨射运动员首金。杨射是一阵。哇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杨射也不太严谨，应该说我们村东来村运动员首金。散装的风还是吹到了巴黎，那老正常了。有什么是巴黎有我们天津没有的？不至于吧？你们有塞纳河桥吗？有狮子桥。那有巴黎铁塔吗？嗨，天津分塔。我们大光明桥比巴黎还巴黎。凡事又不是这么绝对的，不用下都争啊。那说看啊，有什么是他们有我们没有的？说出来吧。河里面有屎。